对我又是温柔又是莫名的冷漠，我的心像火熄灭或煽动，都是因为你左右。啊，太多的事要做，啊，怎能就此停留，挣脱所有枷锁，忘记伤痛，跨越最高的山峰。在以后，啊，都是无悔选择，付出所有光热，不要保留。我的心像风中自我，把你所有的犯罪资料一条一条的都收集起来，我倒要看看最后警察是信你还是信我。丽莎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本来打算跟你同归于尽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你说什么，什么同归于尽，多难听啊！你还想利用我？没有这么容易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，否则你陈学伟绝对不会有。当然，当然，我是你的亲生骨肉，我当然要。丽莎，你不要生气，刚才是我想别的事情，心情很烦，所以对你发脾气，请你原谅我。休息一下，不要动我胎气。你怕了？我有什么好怕？哼，我相信我手上的犯罪资料，不要说是警察想要，就是连陈哥知道了，他也绝不会放过你的。丽莎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对你都是真心的。好，明天我就找人安排我们的婚事，这一次我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做新娘，好不好？嗯。原则上，你们犯了一个相当大的错误，那就是轻敌。让敌人看穿了你们的行动，这是我们身为中国特警所不能够容许的错误。为什么别人能够盯住他，而你们却一点线索都没有呢？大姐，林向红实在是太狡猾了嘛！你敢强辩，这是没有羞耻心。是，大姐教训的是。看样子，我们侦查进度好像落后他们很多，我们必须快马加鞭地追上他们。是的，我们会改正错误，为党争光的。很好，小梅，你的思想很正确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谢谢大姐，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加紧努力侦查的。好，小康。有。你先进去一下。哦。
轻松一下，来，坐。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和那个台湾的王同志很要好啊？没有这回事，有眉绝无创王叛国之心。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来来，轻松点，轻松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啊，我们根本用不着那么辛苦的去查那个林向红的行踪。只要我们稍微的动动脑筋，然后走走后门就行了。这样子啊，我不会。这简单嘛，我来教你啊。你呀，只要去问问那个王同志，他就行啊。中皇，对呀，王中皇啊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找到了林向红的行踪了嘛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呢？我跟你说，让他们那些人多运动一下也好。等到那帮歹徒有了确实行动，我们呢在半路杀出来，措手不及，那岂不是功德圆满吗？我不敢哎，这有什么不敢的呢？只要事成之后，我会向上级报告，好好的嘉奖你，连带着我也可以升官发财，那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不行，中皇会怪我的。哎，你是做还是不做？我做不出来。你敢说不？哼，要是我向上级报告你跟那个台湾人有勾结，你猜会怎么样呢？大姐，你千万不能向上级报告。你是做还是不做呢？好漂亮啊！喜欢了。中皇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是第一个送我花的人，在我们那里很少人买得起。要是你在台湾的话，我可以天天送你。台湾。用什么身份偷渡客？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，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。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解决不了的事。就像当初我们从那么不协调的关系变成今天这样，不就证明了吗？那不一样，如果纯粹是为了男女感情的事情，那就简单多了。可是现在中皇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知道你心里的痛苦，你是不是在想你的家人？你在海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他们。没错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一个自主的人，我不能不顾他们的生死。中皇，你要了解我的心情，你要原谅我。我懂，我都懂。我晓得你的感觉，这是一种没有明天的感觉。我答应你，我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。那你再帮我一次，我知道这件事会让你很为难，但是我求求你，再帮我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柳梅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答应你的，我会尽量做到。这一次，就算以后你会恨我，但是我还是要你告诉我。你说的是，我要你把林向红的事情告诉我。我也是被逼的，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我就会跟童仙一样，那我的家人就永远翻不了身，断送在我的手里。柳梅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有些事情注定都是悲剧的，要跳开这个悲剧的漩涡，就不能忘记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所要负的责任。我不能告诉你林向红的事，相同的，我也解救不了你的家人。柳梅，你要了解我，了解我所要负的责任。
明天交货的事，我全打理好。辛苦你了。哼，过了明天，再也不必受任何人的气了。对了，林兄，留一批最好的枪支给我。哦，你又有什么新计划？计划倒是没有，旧仇总是要报。帮中那些老家伙，真有我陈学伟是好欺负的。哦，你想干掉他们？此仇是一定要报的。 等我明天请弄到手，我非赏他们几颗子弹不可。哦，对了，林兄，你我是患难兄弟，明天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。可以。不过我的船已经安排好，后天一大早我就要离开菲律宾。陈学伟，至于你自己，你得考虑一下。谢了，不客气。这不过是个顺水人情，明天一切照计划进行。哦，我有事。 明天晚上12点，在一行仓库交货。 就可以活捉他了。嘿，这就叫做活捉王八。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，你们俩还没睡啊？嗯，在谈事情吗？要不要喝咖啡？放盐呢？我想出去走一走。好啊，我陪你。你怕我跑了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走太远的。好吧，早点回来。 组长，你就这样放心让他出去了。现在我这歌星已经放下去了。张小姐，小姐，喝点水。阿斌，张小姐，丁大哥，出了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又有什么行动？我上次跟你提的事情怎么样？你这边要走啊？明天晚上12点。 我在银行这跟我把货转手，12点半我在此等你，后天一大早我们坐船到。张小姐，别再犹豫了，跟我走吧。我保证到了美国之后，重新做人，买2张身份证，安安分分的做个小生意。好，我答应跟你走，可是你必须答应我，放弃明天交易。你究竟在怕什么？怕杀了国家好。 我是怕，小姐，你的咖啡。可是我也不希望你受伤，我更不希望你们互相残杀。你为了保护国家，才跟我去美国？这并不重要。张小姐，你这么做，国家会知道吗？你跟着他不会有结果的。他是个公安人员，你是个通缉犯。 不会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你又怎么跟他去谈？你连个入境的资格都没有。
最近在美国还替你买张身份证，而他呢，他又能为你做些什么？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心好累啊。张小姐，什么都不要想了，明天我等你。林大哥，我跟你走，可是你必须答应我，放弃明天的交易，要不然我马上就自首。张小姐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却要自投罗网。自投罗网？你不也一样吗？好不容易才从里面逃了出来，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铤而走险。难道你为了钱，连自由都可以不要了吗？林大哥，你要知道，自由是可贵的。我可以跟你去美国，可是如果你明天去了，我们的希望还剩多少？张小姐，如果我明天可能的话，林大哥，我不想再听那些可能，我要的是真实。我不是为了交好牺牲，我只是不愿意你再错下去，也不想让更多无辜的人丧失在你那批军火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明天下午等你，我们去美国。各位，时机已经到了。刚刚我跟欧主任通过电话，他给我们深深的祝福。我们要汲取上一次的教训，不能够被程序员耍得团团转。这一次，我们要他乖乖的站在我面前，束手就擒。组长，要是让我逮到的话，我就要跪在我面前，哭着向我求饶嘞。对，阿舅，我明天绝对会让他哭着在你面前向你求饶。你呀，就会讲狠话。你哪一次不是最孬种？我，你枪都不敢开。好，阿舅，明天你看的，我绝对表现给你看。好，如果你表现得好，我就带你回台北。说真的啊。这我当然说真的。好，我回台北要当警察。当警察？嗯，哎，当警察可是要一身是胆的。嗯，是不怕死不怕难不怕苦的。好，我明天就表现给你看，我就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，绝对不会跟你闹鬼。好，如果你做到，我一定带你回台北。好。那你再帮我一次，我知道这件事会让你很为难，但是我求求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好不好？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我就会像同性人一样，那我的家人就永远翻不了身，他们会栽赃在我的手里的。回到祖国之后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报请上级，好好的表扬你的。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先发制人，把林向红带回祖国向人民谢罪。大姐，郑华为了我成了泄露机密的人，我们可不可以等他们抓到了程学伟以后再把林向红一网打尽？不可以，他们的目的与我们无关，我们的任务是要抓到林向红，只要能够完成任务，我们何必冒那么大的危险去帮他们抓台湾的罪犯？大姐，这就叫做江湖道义嘛。
党栽培你们，就是要为党尽忠、为党效力，不是要你们和资本主义同流合污。什么义气不义气的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们只要打赢了那些台湾警察，我们就是赢家了，那就代表了共产主义全胜。可是大姐，有时候总得为别人想想嘛。想什么？想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想死吗？不，我不想死啊。那还啰嗦什么？还不赶快去准备。哦。有没？哦，大姐。龙哥，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干他一票，然后到美国当阔佬，好好的抱抱洋妞。龙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放弃今天的行动，大伙把家伙收起来。过了十二点，我们就上船。龙哥，放着大把的银子不赚，赤手空拳到美国，你是想把大家饿死啊？是啊，我们没钱到美国干什么呢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家见什么来？下咱们讲话的份儿，洪哥，各位兄弟，我们辛辛苦苦的从里面逃了出来，只是为了钱吗？不，我们要的是自由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有多少兄弟为财而死，他们一个个倒下去。我决定带你们赤手空拳到美国打天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损失任何一个人。什么赤手空拳打天下？我们会做什么？我们只会用枪。不错，兄弟们都靠这把枪。如果没有这把枪，大伙都饿死了。洪哥，我们既然从老家逃出来了，我们就不怕死。对，不怕死。洪哥，兄弟们说的也没错，你是我们的大哥，就算你不为我们现在兄弟想，也得为死去的兄弟想想看。再说，他们就等着这笔钱送回老家去。你说，现在兄弟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呢？哥，你们现在谁都不必再说了。洪哥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干这票买卖了，你是为了那娘们儿。大伙兄弟都不顾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认你这大哥了。那么这算什么？你们眼里还有洪哥吗？如果不服，现在就可以走。阿狗，不是我们不把洪哥看在眼里，是我们兄弟十几年的情分还比不上一个娘们儿。洪哥，兄弟们不是无情无义的人，只是大伙跟着你出生入死，就是为了要过好日子。你现在要他们放弃到手的一切，兄弟们心里自然不服。洪哥，你要顾全大局。干！行了，你可以验货了。你们好像少一个人。哦，那我们就等等林兄吧。喂。方小姐，实在对不起。今天晚上我是势在必行。你不可以这么做啊！就算你会恨我一辈子，我也不能不去。如果今天晚上我回不来的话，请你把我的事物送回老家，让我陪着南华。林大哥，林大哥，来了，对不起，来了。太君，太君，请。吉娜，货在这里。这是我要亲自用的。好。林向红，逃不了了。是他们。他们是什么人？大姐，开火。是。箱子给我，大
你不能死！你说话！你说话！话！你醒醒！你说话！慢点下去！我杀死我！慢点，阿弟！慢点，阿弟！我是马文，菲律宾警察队队长，请问两位是？我知道线人密报，所以才来这里。好的，跟我搜。马迪，是马迪。阿舅，马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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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是不是我们的错？应该由我们负责。什么麻烦？我捅了娄子，现在警察到处在找我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进了一批黑枪，交货的时候给包围了，现在货跟钱全都没有了。唱哥，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学伟，我早就说过，走私军火沾不得。沾不得也沾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总要解决。你是我兄弟，我不会不顾你的。陈哥，那这件事你准备怎么办？我会利用周氏中心会的名义，把这件事情给摆平。不过你下次最好。陈哥，你放心，我保证没有下次。我了解你的难处，下不为例。怎么样？四周我已经看过，没有问题。很好，再仔细的搜。我会的，张小姐，这里很安全，他们找不到我们的。事到如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弟兄全死了，钱跟货也丢了，这么多年的心血全没了。林大哥，你不要再做了。你这样逞凶斗狠又怎么样呢？最后还不是让你的弟兄们全部白白牺牲了，这样还不够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不要再做违法的事好吗？你以为以非法的手段得到利益就算胜利吗？那这世界上公理又何在？你拿自己的生命去赌，输赢又怎么样？就算赢了，也赢不了你的良心啊！经过这么多事，你还想不通吗？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的一念之差，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国了，至少还有个希望。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流血之后才为死去的人懊悔呢？你敢黑吃黑，我救不了你。张小姐，这次我希望你能想清楚，决定权完全在你。如果你愿意跟我漂洋过海的话，我很高兴。如果你想回到郭家豪身边，
绝不出阵。我不会再回到郭家宝身边，因为我知道你比他更需要我。你是在同情我？我不是同情，我是真心的。你可以为我改变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呢？我比谁都清楚，你是在可怜我。你不要想那么多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场交易我是确确实实的失败。天下没有永远的弱者或强者，今天你是小主，也许明天你就是英雄了。范小姐，红哥，红哥，阿狗怎么样？上船的时间已经到了。很好，你先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张小姐，我们上船吧。大恩不言谢，张小姐，你们上船吧。你们上船吧。林兄，你现在就要上船去美国。林兄，刚才我救你一命，现在你还我一命，我们谁也不欠谁。这次你我都是遭受鱼池之殃，好好的一件事情却弄成这个样子，既然有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才会白白的送命。就是因为如此才不能留下这个祸害。林兄，这次你我都有损失，我们应该同心协力，你说是不是？林大哥，陈秀伟，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已经不想再过了，我们上船。林兄，你真以为秦大那帮人还有中共特警他们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？陈学伟，你自己贪得无厌，就别以为天下人都跟你一样，竟然想做一些违背良心的勾当。有本事你自己去争，林向红再也不会跟你同流合污了。张小姐，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不爱钱，我只是提供赚钱的机会，路子比别人多一点而已。俗话说得好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所能提供的财路到最后还不是死路一条？那也未必，我能够让他赚这个钱，相对的我就能够让他有命花这个钱，跟我合作少不了好处的。林兄，这么小小的打击你就认输吗？我不是认输，我只是不想再争了。不想再争了？那你要凭什么到美国去生存？你仔细想想，你既然只差最后一步了，又何必错过这个机会呢？明兄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。阿舅来看你，阿舅对不起你，不能带你回台北当警察，还害得你冰凉凉的躺在这里，一点都不风光。妈，阿舅不会让你就这样白白的幸福。妈。妈的，你不是个将，你是一员虎将。
王阿迪，你不但是个好菲律宾人，你更是个好中国人。你们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是来给马哈迪上香的。好了，不要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我们不领这份情。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讲理啊？我们来上香是礼数，是对死者致哀的。要不是你们侥幸的话，马哈迪也不会死。马哈迪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滚吧！滚！不会。你们走吧，我们也不想看到你。我该死，我该死。马哈迪，是我害死你的。我对不起你，我该死。你让我们给马哈迪上香好吗？组长，好吧。现在谁埋怨谁都没有用了，重要的事情是把我们打鼎官绳之以法。那是当然，要不然我们中国特警的脸全都丢光了，还拿什么回去？基于这一点，我觉得我们的……我觉得你们做法比较差劲，这样大家互相牵制，反而会产生反效果。你这不是看不起我，侮辱我们吗？小梅，我们走。请你听我坦白。你不用解释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三长两短，老娘就跟陈学伟那个乖儿子拼了。大姐，我相信马哈迪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梅姐没事的。对，马哈迪会保佑我们的。医生，医生怎么样？所以是上午来找，新兵是保住了。哎呀，我就说梅姐没事嘛。我就知道有梅这娃儿，急人就天下。是啊是啊是啊。可是子弹碎片残留在脑部中，就算是拿出来，也可能一辈子成为植物人。说什么？医生，这可能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特警，你一定要医好他。不是，麦大姐，毙了你！哎，麦大姐，你不要冲动。不行，他如果医不好他的话，我就毙了他。麦大姐，这里不是中国，这里是菲律宾啊，你冷静一点。有没？你说话，你不要不理我。尤美，我不会再坏，我也不会再对你发脾气，我会听你解释。尤美，你醒醒，你看看我，我不会再怪你。中皇，醒醒啊，尤美。中皇，中皇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。还像个男人吗？九梅都是为你才变成植物人，你光哭光叫有什么用呢？他根本听不见你。骗我，你骗我，九梅他不会听不见的。告诉他，你会好起来的。你不是说？
你说话，你告诉他，真话，他听不见你，到现在你还不相信这个事实，你是自己在骗自己。真话，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，就挺起胸膛，为永怡报仇。霍家，马文，菲律宾警察队队长，你好，请坐。我是现在才调过来的，你们的事我都已经查过档案了，周氏中金会的来龙去脉我也很清楚。陈学伟他现在已经成为菲律宾的合法居民，那么他所作所为也将会危害到我国的安危，所以这件事我非插手不可。我总算瞧见了一个很撑头的菲律宾警察。我想你是误会了，其实在每一个团体里都有好人跟坏人，我的前任普查都是因为贪蒙蔽了眼睛才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其实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人，你可不要一竿子打翻了一船的人。马警官，作为麦大姐为人是心直口快，你可千万不要见怪。不会的，我喜欢和爽朗的人合作。不错，年轻人硬是要的。我知道今天两位的来意，你们放心好，你们的事就是我马文和全部菲律宾警察的事，你们有任何需要支援的地方我们一定帮忙。谢你，虽然我们政府跟贵国并没有正式的邦交，但是现在已经是化案为民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逮捕陈学伟归案。对，首先我们要先找到陈学伟犯罪的证据。麦大姐，这一次你终于说对了。我不认为你这个决定是对的。我已经四面楚歌了，一出这个门，这条命能不能捡回来还不知道。我靠着陈学伟，也只是暂时的。你以为大树底下好遮吗？陈学伟不是简单的人物。我心里有数。只是缉拿的事，是在这场交易，他的党羽太多，我想，他们不会放过。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很怪吗？既然大家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他为什么会认为你出卖他，非要置你于死地呢？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很难理解。陈学伟狠，我比他更狠，我是不会轻易听他的。这是加拿大护照，也是您这次重创天下的通行证。这次是永久合法的居留，您放心好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嗯，办得好。还有没有什么手续没有办完？哦，都办妥了。那至于我的那笔，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跟我进来。啊。出我手里，他只犯他一个人。这个麻烦。沈先生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，再见。
陈政委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停车！